有微博网友爆料，黄晓明在马尔代夫包下了水底餐厅，向女友 Angelababy 求婚。不过消息已经发出来，就引起了网友的质疑。有人说，上次不是已经求过了吗？怎么又求？还有网友认为，这是不是小明新剧上映前的炒作呀？然而，当某媒体致电黄晓明经纪人时，对方手机却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不论此事是真是假，小编都和万万粉丝们的心情一样，小明哥婚都求了，你俩赶紧领证吧。优酷选娱乐整理报道。대한민국여신과환영합니다이제여러분은단한명의최강의여신을뽑을겁니다민씨小心